在古老的摸摸星上，坐落着一座千年神山——守望山。守望山高耸入云，石路艰险。山顶上长着一株郁郁葱葱的大树，大树树根牢牢地封锁着一块水晶，水晶中就是恶魔混沌王。然而，惊天巨雷降下，守护巨树被烈焰烧毁，封印碎裂了。混沌王再现天日，他用混沌之力操控了十二御手，依附在强大的铠甲之中。黑暗再度降临世间，就让雷普星和全宇宙都归于混沌。摸摸侠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惨了惨了！小仙，你可不能走啊！都第六盆了，为什么你们要离开我？死定了，这回死定了！哎呀，要不我把蒜苗插进去交差？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天降仙人掌了？摸起来怪怪的，应该是个卡通布偶。暗恋吸能卷完成了，你们果然有用。十二御手皆听号令，你们随我一同维系法阵，汇聚污染和恐怖能量，充满后将混沌射线射向雷普星，那时一切都将归于混沌。龙血晶魄有所感应，守护精灵依然存活。什么？残余封印送其脱逃，雷普之心暂避之所，默默之力必须毁灭。奉命听令，属下在此。让守护精灵和默默之力归于混沌。主人放心，烈焰之下寸草不留。哥哥的龚大人，沈小爱，你小声点。生活作业呢？怎么没见呀？嘘，别大呼小叫的。要是给董老师发现了，让我发现什么？没什么。孔大人，生活作业完成了吗？交上来。完成了。这次的可精神了。哦，那老师可要好好看看。这怕是不太方便。看你在耍什么小聪明、完了完了，真水嫩的仙人掌啊，好像快开花了呢。真好看，大人终于交了盆活的。这很好嘛，进步飞速。要保持哦。不可思议，布偶变成真仙人掌了。路见不平，舍身相助，救我于董老师之手。我孔大人最有情有义，一定好好照顾你，直到你枯萎的那天。说哭就哭啊！哎呀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快，书包呢？有书包？书包在这儿。空气污浊了，身体长时间暴露虚弱消失呢。你这布偶还挺脆弱。我不是布偶，简单点说，我是宇宙和平护卫队第38星系守卫官摸摸侠的助手，从第52号自然元素中进化出的。什么精灵？什么能能的？你就叫能能好了。这好吧。
扭连七百，怎么还没关门？好嘞，这就锁门了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嘿，摸摸侠、混沌王，他们都是谁呀？还没听说。听到了什么？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不会是妖怪吧？召唤火雨，焚化大地，他是十二御守的复明。守护精灵，快跪下投降！咕咕哒！投降？我们可是摸摸战队的同伴啊！怎么了？什么同伴？我只听从混沌王的命令，你要和摸摸之力一起毁灭！咕咕哒！混沌王彻底的操控了凤鸣，其他御守伙伴也……凤鸣，我这就帮助你解除控制。谁要你解除？你可以在火焰中挥发了，哥哥的朝阳法杖，凤鸣朝阳。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凤鸣朝阳的覆盖面积足以清除地表上的一切生物啊！还好下水道够深。好疼好疼，地面上都靠红薯了。大人，御守失控了，你快避险。避险？孔大人字典里可没这个词。还有母鸡，玩火晚上可是会尿床的。咯咯哒，朝阳法杖，凤鸣朝阳。这么巨大啊，跑进下水道也没用了。可真不想这么输掉。我背负的使命和责任就到此为止了吗？天人，孔大人，你愿意对抗邪恶，守护宇宙吗？愿意。啥意思？我以和平之名，赋予摸摸之力，凭五行元素驱邪散恶，隐身吧，摸摸侠。可以回去复命了，咯咯哒。唤醒正义，守护家园，我是摸摸侠。我没事，这套装备是怎么穿上的？这是五行战衣，你现在是摸摸侠了。摸侠？朝阳法杖，凤鸣朝阳。又来了，对付这招才好。摸摸侠的力量是正确运用五行生克制敌。什么五行？什么元素？我不懂啊。复明的力量来源于火，用水属性招数攻击。好，我来试试。元素之力，巨浪！攻击失效了，必须完成任务。朝阳法杖，飞舞吧，释放你全部的能量，乘鸾化凤。居然召唤出了神兽。行之力打得过这火焰之神吗？相信自己，摸摸之力无限可能。好，信了。来吧，五行之水，刃如藤木，迅如烈火，骨如厚土，坚如真金，灵如流水，奔涌吧，巨浪摸摸拳。哎呀，水龙轰啊！摸摸之力果然更强。我们要解除混沌王的控制。摸摸之力的源泉守护绿叶可以净化邪恶。守护绿叶。摸摸侠、守护精灵，你们帮我脱离了控制。咯咯哒，混沌王将所有御兽都束缚在了狂热的战斗形态下，我们无力自救。这个魔头，我要打败混沌王，集齐御兽，重塑封印，驱散邪魔。
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，我一定完成。雷普星是我的家，就由我全力守护，绝不后退。